跟阿红来开房间，住一个晚上是舒服的。哎，对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年圣诞节要玩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。什么企划呢？你要讲吗？还是我讲？就是正常人家是交换礼物哦，但是我们今年是要交换什么？交换账号。交换账号，我们两个神魔账号吗？对，神魔的账号，对。哦、oh! ，就是可以随便对方怎么玩都没关系哦。好刺激。对，重点是我的石头比较多，他石头比较少，有点奇怪。然后我们会在从今天开始为期一个礼拜交换账号，也就是彼此玩彼此的账号。我们就在一个礼拜之后看一下我们账号会有什么惊喜。会有惊喜是不是？就是当作给对方的圣诞礼物这样。了解。应该不会把我卡牌吃光光吧？但是，对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变成剩一个史莱姆当队长这样。对，好像有上过新闻，我记得。删卡片触犯刑法妨害电脑罪，最重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再上一次新闻。没有，这赌注太大了吧？对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来秀一下账号吧。怎么了？哎，圣诞节刚好是圣诞节，然后我这边接收到了百姓的账号。有，可以看到。我们双方对，就会知道说谁比较油了吧？不是，因为我石头这么多，我比较418颗。等一下，你刚偷出3000，我有看到他刚帮我先礼后兵，先帮我出3000了。先好朋友先磕一单再说，这个一定要的。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要干嘛？我不会，我看我账号回来就是变史莱姆，不可能、啊，怎么可能剩史莱姆丁？都要有个史莱姆王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一个礼拜后见喽。一个礼拜后见。拜拜拜拜！你用你那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我们这次圣诞节的活动计划是跟阿红来互相盗账号啊，不，互相换账号，有没有？那我们要送对方一个礼物。百姓一直在思考要送阿红什么礼物会比较好。说真的，钱嘛，阿红又不缺钱，对不对？啊，说卡牌，他也不缺卡牌，对不对？那他到底缺什么？我想了蛮久的。百姓这次要送到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，Time， 时间。对于我们实况组而言，对我们平常在拍影片，时间是最重要的。那我稍微看了一下阿红的这个账号、哦，他这个素材哦，基本上应该跟我差不多一样，很少了。所以我决定送素材给他。那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我可能只能送水火木的素材给他。那我现在是这个下午的3:44哦，我们晚上还会去参加神魔活动，所以再去参加神魔活动，大概为期一个小时多，这段期间我会帮他把他的素材全部刷到1波7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管了、啊，我就猛刷就对了。今天任务就是狂刷猛抽，好吧？狂刷猛刷哦。开启我们收。平常就是这样啊。大家看一下这对真正的威力了，就是我会把时间搭配在一起，然后一次做很多事。手小六康宝天降到多爽哦！哦，他在玩娱乐队啦。28，阿红的表情蛮丰富的。不要看阿红组建娱乐队的人会批评，我觉得爆发全部跳起来了，我们就来送他。我觉得善用手中卡牌发挥最大效益啊。因为像他这个主法靠希腊，其实他是要增加一个 combo 数，是有他娱乐价值在，然后再加上他一个双进珠的效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零的话是 combo 越多的话，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那个妲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用按键开直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利凯，今天要教大家一键成为实况主。这么厉害 ？Let's go！ 直接教大家订阅你的话，直接按一个按钮就可以让他达成这件事情了。嘿嘿，这东西还是好玩的。我们顺帮他攻上一波，有没有？呜、哦！哎、欸、哎，刮阿红的图哎、欸，我这拍的好像没有，拍的好像没有很好啊，靠背。对吧、啊？阿红啊，你要拍照可以找我啊，我也会拍啊。对了，
再来是你也可以把这东西当作快捷键，可以快速的浏览网页，像是我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快速的查询猪八戒的攻略。你如果想看一些神的攻略，就可以看到阿红赞哦。半夜绝对忍，突然想要看阿红的频道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按钮，哎，帮我攻上一波，哎，阿红的频道就出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看，你看，真的是好兄弟啊，真的。哎，我现在帮他工商，他帮，结果我才发现他帮我工商，哎。这东西就是这么的温馨，这么的可爱，这么的好用。快去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直播神器吧！史上最懒人的绿幕，轻轻一拉就有成型。呜、哦！卡住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是，他还帮我直，就是直播我的那个官方那个，像那个谁啊，小雪也是啊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好朋友，就是才会，你懂吗？这种感觉就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这时候当初徐百宏我们三个人合体的影片，你今天要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这都回忆耶，我觉得还 I P K。有些时候我当时光主播，我们去看看这些东西，真的那个都是回忆啊。真真我，对，那就剪掉就好。好，哎、欸，这样，这就是他的开场，前面后面就这样剪，对。然后后面就会出现噔噔噔噔，不可能把这段剪进去吧？我们要把这段剪进去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为什么？你剪的是精华吗？剪什么？对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林凯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神魔之塔，然后今天我们邀请。两位神魔界重量级的，我是小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我今天就是来跟阿红 PK。我是觉得啊，你用手写板至少先扣个一分钟吧。哎呦，那个速度这么快！我跟他手写板速度超快，说真的，他阿红速度快，然后我不讲哎，很奇怪，阿红转速速度很快，可是小许 combo。清的也很是很干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总之我们就是要来挑战最难的传说中神魔最难的关卡，祭天地梦魇城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除了最难之外，我们还要比速度，看起来比较快。能打死？我觉得问题。那是阿红吗？听到你困扰了。靠北。听到你困扰了。你好，我是阿红。哎、欸，他尺度也是蛮高的。问题就出在。王冠了嘞！王冠了 ，OK。这首觉得这一关有点不梦魇。好，我们现在达成了277 277 177 177 178。我来干就好咧，叮叮叮叮咚嘞，叮叮咚嘞，关时间把它录音呐，哎呦，其实嘛，红灰桃倒开，不好意思，我失态了，不好意思，一直钻，一直钻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我们居然达成这不可能的任务哎、欸！非常顺利的，我们在77分钟之内哦，达成了帮他把那个千年灵魂石哈，都达成177 277 177 177 177的任务哦。最后我要再给他一个礼物好不好？再给他一个礼物，就是我们帮他把魔法石弄到77颗，厉害吧？77颗。基本上阿红，我账号他有帮我出了，我自己也知道啊。只是这个就是有些时候大家开心就好，这不是那个77减掉53颗，所以我要买53颗的话，应该是要除这个吧，60颗的。Merry Christmas， 阿红。靠背啊，84颗，点点，我要把它拿来帮他抽一波，直接给他抽这个好了。哦喽哦喽哦喽，的 K， 哦，靠背啊，什么烂东西啊？啊，刚刚应该帮他扩包的，干，已经上线了。那个凶啊！你看，我帮你扩一通，好了，我帮你啊，扩一点好朋友，扩一点好朋友。OK， OK， OK， OK。哦，77分达成，
77分钟56秒完成我们的任务，非常顺利的，我们帮阿红达到一波七的一个状态了哈，一波七哦，77根魔法石哈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177个灵魂177277177177 ，OK， 一波七一起玩游戏哦，我也很跟阿红就是认识这些日子以来，其实跟他一起玩游戏干嘛，其实大家这个应该说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OK， 哦，那我也是很喜欢跟大家一起玩游戏，不是说只有阿红干嘛什么这样，对吧？那也祝他圣诞年快乐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白星。我们今天跟阿红两个人，嗨，这个比较第二次，大家第二次的包厢，我们两个对，今天晚上在这边共度春宵，没有啊，来喽。我跟你讲，阿红第一次来，他不太知道这边要干嘛。对啊，要干嘛？对，你要把那个卡插进这边，有没有？哦，在这，就是那种，对，就是 我很难解释哎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不觉得很神奇，有没有？救命！那个为什么爱心呢？他似乎知道我们，就不好说了，就不好说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秘密房间，这是我们秘密房间。跟阿红开房间，住一个晚上是舒服的。哎，对，哎，而且住一个晚上多少钱？一个小时70块，两个人呢，一个是等于是一个人70，交一个晚上六个小时，我是比较久，100多哎，我是比较久，对，一根板，对，就六个小时应该6×7=42，哎，420块还蛮便宜的哎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对，应该是可以，很便宜啊，对，很便宜啊，两个人呢，对，两个人呢。好，等一下我们那个要来，对，看做奇怪的事情，对，做奇怪的事，我们来看圣诞礼物。你有没有来过网咖？没有，刚阿红跟我讲说他没有来过网咖，对，而重点是刚你知道吗？这第一次，第一次哦，第一次就给我了。我之前以为网咖就是很小，但是现在来这边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来过网咖，我不知道网咖现在是变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年空间，很猛的那个打，就很屌。我们在看电影，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看电影，就是上网。哎，对，两个人上网，然后这边可以看。对，你看，看这电脑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对，这是新时代的网咖，这个沙发超舒服，超舒服的。这个沙发，现在还有一个叫开机啊，我们来开机一下。叮，好猛，它这个亮，它就发光了，没有。然后呢？然后会自己开吗？有哎，好猛哇！哇，开机了哎！哇，这边有看过开机吗？对，好像是有看过开机，不是没有开这么大的机。对，这么大的机。我让各位看一下那屏幕大概多大。你用你的脸去做鼻子，好大哦！对，我看超大的，是两个人的。两个人包厢，我们是双人吗？对，我们是双人。想见他那朵，对，可以摆上去，看看，看你好不好躺，是躺下，好吗？看这个好像行，跟你平常家里面睡的差。其实我觉得在这边还蛮爽的，真的。如果去你去外面有没有？比如说去外地工作还干嘛的？啊，你想要便宜一点，你就对啊，就跟他租个网咖，租一整个，租一个晚上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而且是双包哦，还蛮便宜的。双包你知道吗？双包你听得懂吗？双包就是两个包的包厢，双人包厢。啊，没有很厉害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？我也是刚听隔壁的人讲，才知道是双包。我刚讲双包的时候，啊，我说哇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听隔壁的人讲的。老江湖了。对啊，然后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刚刚那个小姐，对不对？先生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要确认你已经满18岁哦。他是在问我，真的，你问他，他问我，我说你确定吗？他说对，我们要看你是不是18岁。我就说我满18，才刚满就没有人相信。你就看那个小姐都不相信你18岁，拿出那个身份证都震惊。对啊，拿身份证大掌纹，拿身份证，不要乱讲话。对，一杯饮料啊。对，不晓得为什么还没送来，我们来试一下他的服务员的效率大概是怎样。我们开始计时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哦，来开始哦。我们饮料是。
哦，我自己帮我弄完，我不用啊，谢谢。小姐问我们说要不要直播，我因为他没有说可不可以入镜，我不好意思给他拍，很正啊，真的很正啊，对吧、啊？他刚才问说那个、欸，请问你是阿红吗？我没有吧，没有这段 是？我在帮你想梗啊，可以跟你签名吗？啊，我好喜欢你哦。干，完蛋了。不是，他本来就会送过来，但是我这样也按，没有啊？他就更快上来。不是，他会更快帮你加料。哦，我搞没一回，咔呸，有没有？咔呸，有没有？咔呸，有没有？加料，而且他还会选哦，他会选我这边，不会选阿红那边哦。OK， 那我们经过了一周，我们在直播上面跟私底下都摸透了对方的账号，对，摸透他底细了，我已经知道他底细。在经过一周之后，我们的账号有什么变化呢？有什么变化？就让我们看下去。我也蛮好奇，先看谁？我们一起好了，一起哦。对，我们就交换手机嘛，我的手机就是你的账号，然后对对，好了，这是我给你的圣诞礼物，对，我也给一个圣诞礼物。现在我们先，我怕你看你的应该很容易看出来，可是我确定我看得出来吗？我就看不出来，再给提示。好啊，先给提示就直接破关。我猜对方的生日到底是圣诞礼物是送什么？对，送什么？对，那要一起开始，一起看。你有开好游戏吗？有开好游戏啊。好 ，OK， 我也开好了。啊，等确定一下，瞄一下我有没有开，斜斜的看有没有？啊，有开有开。来，三二一，开。你这样拍得到吗？哦，七七哦，哎，这样你看出来，很猛猛哦。你看我这个很难找，你那个很难找，我要给你提示吗？好，你给我提示。这是我平常会做的事情，在我的账号。好、哦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我这样一听我就知道了。知道哈？我干，我一听我就知道了。知道哈？我来，我看啊，我一定是给我弄复制的。我看一下，被猜中。我看一下，他到底复制什么东西、啊？复制什么？对啊，复制什么这才重点。重点，这个很难找。干这，我这叠卡片呢？复制。抱歉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抱歉，我其实我找不到你什么时间呢？时间卡、喔、不是，你时间可以干，可以拿来干嘛？玩飞机杯。又是飞机杯。时间可以拿。哦。你帮我把卡牌练欧美式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。哪一张？哦，没有，是哦，对，这是我自己练的。啊，对不起，老人，人家记性不好。我以为他帮我练 Omis， 你知道吗？是我在玩你的账号有一个最大的发现，就是你有很多卡片都没有升华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要苦无所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以我的实力是不需要 Omis 哦。没有发现进去之后，看怎么每一张卡都没有 Omis 啊？对，因为我昨天最大的体验就是我昨天在用师傅就是三张的时候，我知道有那个阴经，对不对？没有升华，对。我想到怎么回事，这不是很实用的卡吗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能马上合体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不是元一金吗？对，元一金，但是升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开主动技能会有一直横的。哦，那个转的那个，对。对，但如果你没有升华的话，就没有一直横，就差蛮多的。对，差蛮跟我的实力是不需要的、啊。对，然后我就跟观众讲说，我今天就是要用这样的队伍对打的。他、啊、有没有过？有啊、哦、有，你看但是实力够我多花两个小时通关，我多花两个小时通关。对，还是要升华一下，还是要升一下，好啊，不好意思，有空升一下。宝光贤者，对啊，然后，哦，他练满技没有练满等啊，没有，他抽到就是满技。哦，你抽两只就对了，对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抽两个大奖，然后荷鲁斯也是就对了，荷鲁斯没有，那运气好。好，荷鲁斯有，哦，所以哦。所以你送我现在礼物是华光贤者两只，对，复制人。哦，了解了解，谢。不是，其实我那个370我就比较熟，然后接着就。那我那个时候想说，我原本的计划是这样啊，就是我翻你的图鉴，然后你没有的卡片我帮你抽到有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他妈我超多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都有。我都有，就是那个普通卡池，大概翻一下，都有啊。啊，都有。对，你的也是很难搞啊，我看然后都有啊，我都有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计划失败，然后什么啊，那只能帮你抽复制了，抽新的卡这样。OK， 谢谢，这个我好，我有机会我用这个来试试看。这个阿旺帮我抽到两只宝宝。请感想是什么？两只感想，我觉得很好玩啊。我
怪。雷卡布兹，好，谢谢阿红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礼物。重点是370克，我最近刚好缺有点缺钱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。好的，这一次圣诞计划非常成功，对不对？ Yeah. 我们对我拿到石头，他拿到时间了，对，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对彼此送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圣诞礼物。对，很谢谢阿红，对这次这个，谢谢白，我们一起对找我一起拍这个。其实对我也蛮边缘的，对啊，会吗？会啊，就是最近影片跟那个娘娘，因为我是尽量出做，我们就是很边缘，是要去多认识一些朋友，对对对对。对，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红铃铛按下去，然后要记得也要去按赞订阅阿红的频道，然后他的我的那个部分，他的那个部分，我要去他的那个部分，反正就是要去那边看我的另外一部影片，最后结束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平板星，我是阿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要直接来吗？对。但我看你们好动作，我觉得我很想放空这一秒。在我面前，那是多了几。我听音质起来就是啊，我一个人一整个就是很尴尬。